击哇！赶紧给我跪下，警哥，跪下！没事，我锁血了，十五滴血打到最后，一滴血都不会掉。会不会玩？会不会玩到底？碰一下嘛，碰一下嘛！拜拜拜拜！哎，不行，再玩一把，再玩一把。祥具变脸，又一个字吗？爽吗？爽吗？说话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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 Baby， 当你走了，我发誓不会坠落。说。你的福气在后头。说话！说话了呀？讲话了，怎么突然间？小老虎向大葱道歉。我长不到一米四，怎么可能长不了啊？我这长到一米八都有可能。他们家的大蒜都比我高，听懂了吗？大蒜能长多高？大蒜，百度一下，大蒜能长多高？不到八厘米啊！这我看错了吗？哦，大葱是吧？我操，看错了，看错了。大葱，大葱，大葱能长多高？我操，2.5米啊！怎么长这么高？这一颗葱可以吃多久啊？这一颗大他妈2.5米的葱，可以吃一年。这以前骂别人，你算哪根葱？葱都能长这么高？我操，你还不如一根葱。Sorry， 对不起 ，Sorry。开心中的乐乐。别告黑，乐乐在瓜子里。那什么叫夸子呢？给你展示一下。哎，不是不是，没有人夸子。乐乐，乐乐跟你不能这样，下面要原因。真的当真。一个厉害的直播间。小老虎为什么提前下班？他累了，他感觉要带了，快带了，你还要人家上班？小老虎打呼吗？为了避免这种情况，我每次都是比他先睡一步，只要我睡得够快，他就吵不到我。应该不打吧？我打呼噜吗？我不知道，应该不打。小虎，我打呼噜吗？啊，我打不打呼噜？你老是打的老响，真假的？打的。听的不能再白了，不要黑我。在直播间要穿衣服。哇，这话能让我听懂，说明这直播间真的，说明经常有人不穿衣服，你懂吧？不仅不穿衣服，还要穿别人的衣服。你怎么穿品如的衣服？每个未来都不一样，就像那 kiss kiss。